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战场的呼号，撕破层级的号角，哦，应该是呼号没错，呼口号嘛，哈，哦，可以看到我使用是暗队，搭配一个是光弹，哦，刚才已经打到第六关了，很好笑，为什么？断暗珠啊，台面上只有两颗，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哈。这种状况好像常常会发生，这个我们可能要习惯一下。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那个之前那个一灯那个反应之后就常常会发生这种状况了没有？好，那之前一灯解放 bug 到现在官方一直还没有给我回应。哦，至于为什么还没有回应，我也不知道。哦，就是没回应。好，升一只，哎呀，小力一点啦，啊，老大太大力了啦，啊，要么他妈神天降，要么什么鬼都有。那要卡星是不是？来吧，我没在怕的啦。哦，锁定一只狂扁就对了。断心有没有？非常漂亮。哦，这时候我们就只能自力救济了。哦，这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随便去寄信，说跟官方反映什么问题。好，哦，不然就会断珠，有没有？现在断什么珠？断暗珠，断的好啊。来吧，哎，给一颗了。这是毒心啊！哦，然后要除技的话，就尽量把那个哦暗珠弄成一串就好了，这样才有办法除。哇，哦，天，不要天降新珠就好。哦，目前 OK。目前就是属于那个有电话来的部分，好，哦，那个不是我的电话，所以我们可以无视之，好，哦，哎呀，没关系，我已经出满技了。只是杂珠非常非常的多，杂珠非常多，所以滤一下好不好？好，这什么鬼绿珠啊？斜转一下，滤一下。哇靠！太多那个火珠了吧？要帮我断开，不是这样断的吧？我这边要开爆发，不然可能一波送不走。哦，我建议是开暗多啦。哦，我看一下这个滤镜，记得要全体攻击，这个要提醒大家一下。
哦，因为这一支单体攻击不能造成伤害。哎，刚录音好像有印象是音效和音乐好像太大声，稍微关小声一点，不然讲解怕有的人听不到。看一下哦。防御力10万，没有开安多怕破不了。绕过了。好吧，我试试看好了，没什么把握。我的极限应该就这样了吧。11 combo 应该没问题，刚8 combo 就送走了。看下这个盾好不好拼。嗯，不好拼也没关系，我们就是那个二十你就是把那个妲己开下去就对了。接下来这边就是祈求不要天降。哎呦喂，吓死了！刚我扣血嘛，是怎样？发生什么事？我把你的暗处切开。哦，他要天降，你也没办法阻止他了。这说真的。刚是在整理那个这三颗啦，因为你要切开的话是最好是OK 的话，我们再滤一次好不好？哦，绝地逢生，黑狗模样，哦，这个小弟在旁边。偷偷练习一下哈，哦，因为刚刚已经狙好几场了，这个哦，当然很多人看我们在拍影片，好像都很厉害干嘛的，其实多多少少有些人是会在旁边练习啊，这个我也不会演跟大家说，有些时候石头花多了，我真的算了，我在旁边会练习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路径几 combo 这样够不够打。其实你花一次的时间可以把前面打的都把它省下来，这个要考量进去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当然，我这时候就不会再特别去用那个叠珠了，因为叠珠真的太花时间了。我手动叠珠真的是蛮花时间的。
路径蛮长的哎。用个比较短的路径好了，找有把握的去消啊。因为我现在有开绝地逢生来讲，应该威力是够了。好吧，就这条路径好了。哦，天降漂亮！哎呦啦啦！哦，刚刚就在这一关了，第六关给我卡那个卡暗珠，很夸张，真的很夸张。我们把这个打开下去就没有问题了，应该不会再卡一次了吧？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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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哦，这个打起来非常有快感。玛格丽特就是在这时候使用的。一二三四。靠！不要再卡暗珠了。哦，漂亮。哦，这时候要消五连珠哦，这个的话，你可以考虑考安开安多啦。但是我在消之前，我会先把这个我要的珠集合在一起。水珠、暗珠、光珠，靠靠！我消到我的火珠了。好，我们看一下哦。
水火木光暗，应该可以开那么多，有点刺激。因为平民转租这个三到五 combo， 现在是必定要五 combo 了。下个安装应该是 OK 啦。不行，我们还是稳扎稳打一点。哦，因为这三颗木柱可以看到离蛮远的，所以我们尽量把它凑在一起。现在水、火、木、光、暗都有了，既然都有，我们就是打保险牌。哦，这样玩，这样比较保险。然后这时候再开安多就比较没问题了。我打算从这边出发，哦，水光暗火木没问题，光暗水火木应该没问题了吧。嘿哦，历尽千辛万苦的一张卡。说真的，关卡三到五钢博是有点辛苦啊，因为我这样玩还玩得蛮吃力的。哦啊，但是这个队伍这个 CD 刚刚好都有配到，哦，技能在释放的也都还蛮搭配的，还算 OK。哦，我也比较怕说是第几关，我看一下。第六关齁，怕卡暗珠啊。第六关要是没有卡暗珠，那个风口开下去三回合就可以处理掉了。哦，因为它会一直反弹，互相反弹，所以最好是做全体攻击啊。哦，以上这个这个是什么，忘记关卡名称了，打得太紧张了。哦，战场的呼号，撕破层级的号角的暗队的安达队的示范。哦，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